I am what I am.我细细个嗰阵时咧，真系好中意猫嘅，系啊，甚至有少少系崇拜猫添。你冇听错，系猫 cat， 因为我细个嗰阵时，我屋企咧啲老人家咧一直就同我讲，猫系有九条命嘅。你谂下，一个人都只系得一条命，但系猫咧可以延续佢九次嘅生命，所以我觉得猫唔怪得佢可以咁高斗嘅。呢个中意猫嘅呢个信念咧，一路延续到去我差唔多小学毕业嘅时候，转去中学嘅之际咧，我就会将呢个信念转移去咗崇拜，中意睇电影，我迷上咗电影，然后因为我觉得电影咧系一个群策群力嘅工作嚟嘅，但系有一个好嘅导演嘅悉心教导之下咧，有一啲演员咧就可以喺个银幕嗰度做出一啲令人哋拍案叫绝嘅一啲嘅角色，好似间接或者直接嚟讲咧，好似俾到你一个生命，所以一个好嘅演员可以俾无数无数咁多嘅生命俾佢自己。大家可能唔系好记得，但系眨下眼，原来我拍戏已经拍咗好耐啦。因为资历嘅问题，原来眨下眼我已经做咗差唔多70部戏。咁喺呢70部戏里面咧，我曾经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角色啦，譬如话有古装啊，有一啲外弱嘅撞鬼嘅书生啦，亦都有走到去沙漠嗰度逃情嘅一啲剑客啦，再嚟一个就系譬如话男扮女装嘅花旦啦。再近少少啦，对一啲南北巷嘅十二少啦，再嚟现代少少嘅就有譬如话做一啲卧底神探冷血杀手啊，好多角色都做过。今晚咧唔系嚟晒命，最主要嘅系我想喺呢度咧，藉助今晚嘅机会，系多谢所有同我曾经拍过电影，俾过好多机会我嘅所有嘅工作电影工作人员，因为冇咗佢哋，我就冇头先所讲咁多部戏同埋咁多嘅角色可以俾大家睇。同埋每一次都唔知点解，当我喺香港攞奖嘅时候咧，我都有工作在身，都唔喺香港，所以喺呢度容许我喺呢度讲一声，在座嘅朋友，多谢你哋俾咗我嘅机会，多谢晒你哋。所以亦都多谢香港电影金像奖。因为佢哋每一次差唔多每一年都会搵我嚟呢度，无论颁奖又好，领奖又好，提名又好，屋企人除咗教咗我关于猫嘅故仔之外，仲就系教咗我一样嘢，就系中国人好传统嘅一样嘢，饮水思源。所以无论金像奖下一次或者几时再有机会，虽然我而家系享受紧我嘅悠长假期，我仍然答应佢哋会出席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好啦，咁今日有大部分嘅人嚟睇呢个典礼嘅话咧，都系好心急嘅，因为佢哋都想知道下一个嘅节目系乜嘢。冇错，就系颁最佳男主角嘅时候，我而家紧班咧，可能就系有少少枯燥，所以要一位差唔多同我都系喺电影圈工作咗好耐嘅一位电影人出嚟，佢就系张艾嘉，笑片一枪。讲几句啦，我讲咗好耐啊。其实做咗30年啦，我觉得讲少啲，做多啲咯，仲可以继续做，我觉得系一个幸运嚟嘅。呢个真系名言，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系而家最紧要都系颁呢个奖嘅时候，喺未颁之前我哋睇下有边啲提名人啊，好嘛 ？OK。荣获提名最佳男主角嘅包括吴镇宇、朱丽叶与梁山伯。唔该你吓，我冇得生，唔系我一个人嘅责任。梁家辉。江湖道德，我叫你唔好做咁多阴实嘢。江湖有卧虎藏龙，周润发卧虎藏龙，刀剑长枪，人情义何尝不是？系咪我做错？梁朝伟，花样年华。
冇晒你咁嘅时间啦。刘德华，阿虎。紧紧张，我紧张，我都紧张，因为五个都同我一齐拍过戏，大家都系 brother 啊。你希望边个攞呢？冇乜所谓啦，好似边个同你好似张拍好耐冇攞过啦噃。边个系戏入边同你最好呢？啊，好似系梁朝伟噃，嘴过添噃。不知道你们怎么做啊，多谢，唔该嘅，多谢。